很特别的日子，是一个全部的老师都有放假的教师节。那老师呢，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那也带领着大家学习成长。台中市家长会长协会长期支持学校，支持老师，关心教育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以家长的身份在这一天举办了三好进师感恩茶会，来感谢这些老师。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，除了喝好茶，也有舞播啊，还有这个音乐表演，那更有一个三好进师藏茶的活动。那希望呢，我们把满满的祝福跟好茶一起藏进瓮里，大家都能带着喜悦愉快的心情，那共度这个美好的周末。我们有280万人口，我们的学生将近40万人，都是靠我们的老师每天的细心的照顾、引导、学习、协助啊，这个家长协助学生的他们生命中的贵人，才能奠定台中市的进步。这边要代表局长哈，也跟我们今天有所有有出席的各位老师哈，包括我们的校长，是我们老师当中的老师哈。那出席今天的会议，感谢哈，出席今天的这个感恩茶会，谢谢教育局这边，很感谢我们各位老师、各级老师，好能够哈在平日里头协助在我们的教育里头扎根的这个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太平新高国小校长黄欣妹，很开心在全国非常开心的教师节当中跟大家 say hello， 那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市家长协会。三好进师茶会来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办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协会的理事长跟家长协会当中呢带给我们的用心、专心以及开心。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，Happy Teacher's Day！家长会长协会三好进师进好茶赞。